大姐，现在手咋样了？好多了，好多了，疼不疼了？还疼，但是风口风多了，血消肿了。那天咱晚上直播，大家都在直播间安慰你，是不是心情好多了？看那些弹幕，心情好多了。谢谢大家。嗯，感谢大家。然后周一晚上咱们7点让大家看看你，看你的居住环境。嗯，好。周一晚上直播7点，对，到9点等大家，欢迎大家到直播间。哎，对，这两天咱救了多少只猫孩？两天救了20多只，就是流浪的多少只呢？流浪和被抛弃的。流浪的10多只了。被抛弃的。对，今天又一个求助，一个幼犬。行，到时候。现在流浪的幼犬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那周一见，和大家。领养人来了，要吧？我以前都不知道毛孩们有这么多的技能，但今天领养人来了，每个毛孩都想就是拼命表现自己，就像那个金毛一样，我一开始也不知道他会掉这些棒子。多多也是，这边还有抱腿的孩子，他求你了，他都抱你了，姐姐，这个金毛宝宝直接抱着腿不走了。这金毛跟你有缘了，姐姐，这个他抱着你不走了。嗯，我只能选一个，你只能领养一个呀。今天翻狗证，一家四口只能落一个。我的猫孩，这不会叼这个棍子什么的，就那金毛，它不跟我玩儿都。求我了，你要走。我的腿不行啊。他都绝育了，没事不用管他。他不知道为啥。他呀。那个小这小狗好像、那个、对。那流浪狗我们给做的。这个好心人喜欢金毛了，以为领养审核通过就会带你回家了，孩子。好了，你俩别抢了，多多给我吧，多多。毛毛。好了，给哥。哎。去玩呀，多多。一下，一个棍子，两个狗，直到来领养的都拼命想表现自己，是我孩子们。来了啊，给哥哥。以前咋不知道你有这技能呢？我也不知道金毛你有这技能。多多，被皮也找不着了。我还抢回来了，多多来哥哥这儿。完了，有志愿者都不来哥哥这儿了。多多，抢上了，完了，一根棍子，你们怎么抢那么长时间呢？别抢了，孩子们啊，那先不边。来，给哥哥给你们玩。你俩别抢了，回家吧。对，回家吧。明天出去吧，我这腿不行。领养个小金毛。你刚回去了，我关上门。别都出来了。你也抱住他，别跑了。一会儿跟你不熟，你得抱住了。没带个牵引绳啊？毛毛，哎呀，被领养了，多幸福啊！我俩都喜欢他。嗯，被领养了，多幸福。